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台湾有一出电影，片名《想见你》，想要见你，你在南韩是超受欢迎，才放映五天哦，都有140,000人次去看过。主角柯公翰、郭嘉彦日前到韩国去宣传，有观众特别做迄种中文的手摆棒。也還有影迷特別去學講中文，在紀念會會場甲柯公翰話講：“我想你，我愛你。”也還有影迷講，為了要對咱這台灣的明星哦，專工到大學去讀中文系。男生有。想見你，只想見你。想要見你，韓國的民眾看有偌濟。안녕하세요，저는허광한입니다。话到拢烧声，电影想要今年团队到韩国去，会使见到柯公翰韩国民众，你看有偌欢喜？订票五分钟就卖完了，是完了，他没有订上。不过见面会民众一只激动，有人举手棒写讲，国家演这节女兵的位，感觉是无人坐，全世界上烟头柯公翰，是必有请教我恋爱。我想你了，怎么办？爱到电影在韩国上映五天，就超过140,000人次的人看过。想要今年讲的是穿越时空，我爱你。有韩国民众穿越校园去读中文系，不是干要今年尔，更加想要了解你。透过台湾的戏剧，也是歌曲学中文，变成上热门的课。甜蜜蜜，我们学生都很喜欢甜蜜蜜哦。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拢是韩友丁教学生中文的主打歌，在韩国教中文将近20年的韩友丁，学中文嘛是为崇拜明星开始的。郭富城。本来要唱他的歌而学习中文的，我的开始就是他。我以后才知道他的中文不好。对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的中文讲的比郭富城好？对，以后才知道。都跟他一关。太快了，而且他的发音不太清楚。因为周董的歌无遐明，你搁较想要唱嘛，真正对袂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